看到咱们这么多热情的朋友，觉得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激动。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联欢活动，不但呢就是我们的演员艺术家给大家有演出，同时呢也要邀请我们现场的咱们的朋友们上来演出，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踊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呢是第一次用这种形式呢被观众朋友们演出，但是我到这儿来呢，我真没觉得我是外人。我希望呢大家把我作为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对我支持，而且我希望呢我唱的时候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愿意上来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唱。有没有会唱苏小明这个《军港之夜》的？有，可以上来啊，上来跟苏小明一起唱，同台演出。对我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工厂太棒了，有这么多好的飞机，然后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就说要对大西北这个开发大西北嘛，所以大西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呢能和这个小分队一起呢到下面来和观众朋友们这样直接的交流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下面呢，我就开始这个执行我的另外一项这个任务，就是开始咱们现场的采访。问题很简单，就是给我在北京很多年了，所以说很亲切。我们国家现在要开发西部，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建设得很好，发展快一些。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尽一些微薄的力量。一条路落叶无尽，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人们的光荣与梦想第一次把中国与世界连结在了一起，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也使世界看清了中国。今天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隆隆鼓声，这条淹没于海洋文明的丝绸古道再一次焕发无限生机，正在成为大中国全面腾飞的跑道。走啊！再来拿哈，不够的。30分钟之后，第二次与您周末相约了。我们希望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能够给我们改版之后的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快文快报里，您将看到几则信息，同时呢，我们将为您重点介绍环球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千年沧桑》。在你说我说栏目里呢，我们将以对话的形式与您一同来关注一个孩子的命运。下周屏幕将为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一路导航》。在今天的电视情缘里呢，让我们一起去倾听一下我家的电视这样一个小故事。下面呢，先请您来观看我们今天的快文快报。